家庭暴力事件真多，有时阵如果身躯边的人会使帮忙，其实会使避免真多危害发生。新店里近前特别举办子世代反家暴宣导活动，邀请你民到店来防治家庭暴力。过去真侪人常常有卖关别人厝内代志的观念，但是一旦拄到家庭暴力事件，这个时阵如果会使加暴一点嘛，其实是会使避免真侪危害发生。因为只要家庭暴力的一个延续，让小孩子他会认为说暴力可以解决问题。如果假设我们鸡婆多一点，让大家去参去通报整个家庭暴力的话，可能他在小的时候他就知道，家庭暴力并不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是犯法的事情。五股新店里立办公室即摆甲新店社区发展协会共同举办子世代反家暴宣导活动，互里民知影虾米是家庭暴力，阁会使如何来预防，或者是协助。那么呢，新增里跟新增社区配合，无论在环保或者是在治安或者在社会的这个部分呢，我们都希望能够尽一己之力。那么治安很重要的呢，刚刚里长也特别提到，家暴的防治是很重要的。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在宣导性骚扰跟性侵害，这是绝对不可以的。这次的宣导活动，主办单位希望参加的里民会使把学到的观念回去传达给身躯边的亲人以及朋友，让大家斗阵来反家暴，让社会会使更加和平。记者新庄林金如五股采访报道。